因为一直以来拢是会当看到即款会当斗三工的即款，家己会当尽一寡心力，迄款感觉是真好诶。所以我们都要做一个善良的人，知道吗？加油！我最后在拍这个台湾前、台湾新嘛，都深入每个乡镇啊、乡村啊，就拍拍就看到说，其实这么美丽的地方，也有很多大家看不见的角落了。刚好今天我们心急有这个机会来帮忙，这样宣导爱心，我干嘛哇？真正，我与有荣焉呐。今天收到沈哲跟新妹姐的礼物，开不开心？我非常开心，而且很感动这样子。那而且因为两个高爷是我以前的偶像，那以后会怎样利用这些礼物来帮他们做些什么？其实就是可以透过这样子的力量，还有穿他的衣服，好好的在一些公益的场合去分享更多的爱，唱更多更好听的歌，跟讲座分享给很多的各地区的朋友们这样子，还有那些需要被帮助的孩子。幕后花絮，我们下集见。